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广，今天打算开船是去那边赶海的。去到那里潮水没退下来，风又大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回来看一下我们鱼排底下那天装的那个钻鱼陷阱，看一下有没有货。晚上有没有菜就靠这个鱼网了。哦，有鱼有鱼，那天也装了好几条。现在鱼有一个碗都在下面，每天都有鱼丝，经常有这个鱼游进来。这就是我们的菜银子，在我们排底下面，如果没菜的话就可以来这里看一下，有鱼进来就拉上来，经常可以一天可以拉好几次的。下面还有长了好多新口贝，你看还有三毫，等一下我们下去弄点新口贝来吃，今晚上就当菜了。把鱼排的这个板全部翻起来，再清理下面，下面就是海了。哇，准备下水，还是有点冷啊，今天的风好大。来看这个新口贝来了，今天的风特别大，水还是有点冷啊。又一个这么大的新口贝，就在我们船底下都有。那是我的房间，睡在下面全部都是鱼、新口贝还有三毫，资源丰富吧。哇，哎呦，有点不想下去。好冷啊，哎呀，泳镜没带好，差点下去了。哇，这个大，两个，这个是狗年的了，这么大一个。水太浑了，三毫。哦，哇，我这里这两个三个，这里三个。啊，还两个。观察细线，过那边去，这边找完了。好了，我先去过去那边找一下。这里有一个，我们就在外面找一下，等一下等水清了，等水清了再回去里面摘。这里又一个，来三个，进里面去找一下，里面有好多。你看三个，里面还有，再继续找一下。来，哇，你看，漂亮吧，好多啊。还有，我摸到一个新口王。这个你看有多大，这个大吧，哦，厉害。
就在里面那个桶里面，哇，好多！现在水清了，可以看得清楚了，就容易取了。啊，你看，全部都是新口，下面好多。这个，哦，下面好多啊，就是水有点深，这不算了吧，太懒了吧。我刚刚在下面甩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来的，我下去马上来看一下。哦，什么东西来？你看我摸到什么了？哇，什么东西来的？这是一个坛子来的，好像是装酒的吧。哇，好多生蚝长在这里，你看，那还有新口，是不是你喝酒淹下去的？哎，螃蟹，哦，还有一个，哦，不会出来了，可能是小的时候钻进去，长大了出不来了，啊。有个螃蟹脚在里面，是啊，啊，它又跑进去了。刚刚倒了一个出来了，这个就不倒了，不理它了，出不来了。那，已经倒一个出来了，那，是不是两公婆来的？这个是母的，这个坛子里面全部是生蚝，刚刚还有一个新口贝，也倒下去了。这个估计。是不是古董的？是古董的，把它卖了就不用去赶海了。那洗了这么多，今晚的菜有着落了，有生蚝，还有新口贝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看赶海视频的朋友，帮忙点赞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太懒了，换衣服去。走。